十几年来，我从未如此安眠。果然，只有你能让我安心。燕燕，你就是藤里天神赐给我的礼物。韩四哥，这家国天下和儿女情长，你觉得哪个更重要？自然是家国天下。如果我因为家国天下辜负了一些人，你觉得我应该被原谅吗？帝王行事，只要利于天下，无需求得任何人原谅。如果我辜负的那个人是你呢？汉制改革的路上，只要对大辽有利，臣定当百死不悔。韩四哥，我希望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可以站在我的身后，陪我走完这条大辽改革之路。你能做到吗？相信我，我定会伴你左右。昔日主上只会对下人动手，可万万没想到现如今他连宗室都不放过了。现在朝政动荡，我是担心我们的婚事要不……不行，你们男人心系家国，难道我们女人就必须远远躲着吗？我既然已经决定要嫁给你，自然就得陪着你共担风雨。你若是说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就要拖延婚事，岂不是太小看我了？燕燕，那你愿意陪我一起去辅佐明义大王吗？当然愿意啊，你看人不会错的，你做什么我都陪着你。